师解书第34章第三节，以斯结书34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你们吃自由，穿羊毛，在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今天我们说，有些牧人。当然我是借用这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是说到有些牧人只是从羊身上取利，但是今天也确实有牧人不是真正的要牧养羊，而是用羊来做生意。今天的教会商业化的情形，我想弟兄姊妹不是不知道，教会已经按照一个公司在做。今天一个做主工作的人往往真是就是雇工，而且讲明了就是做雇工。我们不能光怪那些做主工作的人，当在一个公司式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你不做雇工你做什么？你只能做雇工，因为这是整个的体制吧，就这么决定了。教会是一个公司，羊群到最后就成了商品。今天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做主的事工，他不是考虑羊群需要什么。今天如果是印刷一本属灵的书，他考虑的不是今天信徒是不是从中能得帮助，而是这本书印了以后销路怎样。销路不好，羊群得不得帮助不是主要的，销路不好的书不能考虑印。今天要印的先要考虑到啊，这一个商品效应。今天我们说整个的教会的工作都可以变成商业化。如果教会是一个公司，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当然那就是一个雇工，那就是请你做经理啊，来做这个公司的经理啊，而且很可能要请你做一个啊，这一个销售部门的经理，你怎么去推广这些产品？今天很多人想的都是用这一种方法，其实这些方法很多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我们这么多年教会能够这样有发展，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些方法。家庭教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都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发展。我们看见当我们都持守所信了，神自己祝福，得救的人数就会天天加增。现在就因为西方的教会，他们看看自己的教会不增加了，他们就要从什么？从一些成功的公司里面看看公司怎么发展，公司怎么成功，我们也用他们的方法。当然我们说这些方法不是说绝对不能参考来用，但是我们说当走了这一步以后，教会的私属化、商业化、公司化，我们说这个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我想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去回想20-30年前我们的教会当时是怎么样的性质，怎么样的光景，弟兄姊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说是不是有一点不同。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就是彼此之间有一种商业的关系。现在很多教会他们很注意向外发展，注意拆船，我们说他是真的单纯是为了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吗？还是真是有一种要想开连锁店，要想把自己的教会这个影响扩大到全世界去呢？当然我们说要扩大到全世界不是那么容易，那总是这一个方向。今天我们说我们仔细的来回想反省这一些，我想对我们做一个好牧人是有好处。只有当我们反省了这一些，我们才可以避免。我再说我绝对没有意思说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们的教会你们就是这样，但是今天在我们周围
这一类的情形不是没有看到。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来胜过这一些？首先我们自己就不要成为一个无用的牧人。这第二种，我说牧人不是啊，学产品商人啊。今天我们说学产品商人，他也关心养殖的，但他关心养殖不是为了要牧养，他关心养殖那只是为了这是他的商品，是他的生意。我希望在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牧人。今天如果我们不只是一个学产品的商人，我们说那不再是牧人啊，羊群羊群只是商品资源，是他的商品资源，是他的数据资料，关心羊。是为了想增加财富，他也希望羊越多越好，但这个羊越多越好的目的很清楚，我成了一个大的畜产品商人啊，是增加财富。考虑商业利益，多于考虑羊群的这样吹嘘的。我这个下面有几千万的信徒啊，他们都等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需要怎么样的东西。今天我们说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根本没有这么多，为什么要吹嘘这么大？就等于一个商人一样，他的行号比较大怎么样，大家有兴趣吗？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商人里面啊吹嘘的很多，小公司要吹成大公司，今天教会也一样的，小教会也要吹嘘成大教会。我下面有多少多少人，我有多少多少点，往往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去实际了解，这里面啊，我们用现在的话叫做掺水啊，并不是那么样的实在。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今天如果说我这个资源是丰富的啊，他这个数据资料我这个里面有多少多少啊，结果我们都知道怎么样，他这个里面实际上考虑的是什么？商业的利益。今天他要不要，他关不关心羊？他也关心的，但他关心羊是不是从羊的灵命来关心，羊的需要来关心？他不是关心羊的需要，他是关心羊的增长。为什么羊增长了，他的财富也增长，他这个下面从几千万可能到有一天变了几万万了，那就更不得了了。现在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人，结果还当道，就是这样的人，也就是我们说啊，可以吸引很多的人啊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你会这样做，别人也会，所以这个人也有几千万，那个人也有几千万，人家加起来，我们中国现在信耶稣的人都已经有几亿了。
当然我们巴不得中国信耶稣的人有几亿，但是当没有的时候你这么讲有什么好处呢？达到什么目的呢？而且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我有几千万几百万的信徒，这些信徒的灵命怎么样这个人从来不考虑的，只要把这些人只要是这个地方我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啊，然后这些羊就是属于我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在我的数据范围里面，不是在他的牧养范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牧养，他考虑过的就是他的统计数据。今天他要出去了，他作为一个畜产品的商人，他要告诉人家我这个畜产品有多少多少，我的资源有多丰富，你要跟我要做大生意。整个的教会如果成了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样的牧人有什么用？从来没有考虑过今天羊群需要什么，而是我们的羊啊多么丰富啊！今天我们说他也会告诉人家我的羊的品种很好，他不是因为真的自己的羊群好，而是怎么样，我的羊好了才卖得掉。当一个人的那一种已经全部都给扭曲了，可以说给教会带来的真是非常大的危害。当然我在这里讲的可能是讲得很严重啊，我是把它都是啊，可以说拿出来为了要让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对这一方面有所反省。我再说我相信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可能没有这样的人，但至少我们要的提防，不但要提防我们自己不要这么做，不要去做了一个畜产品的商人。当你做畜产品商人了，你也关心羊，但是你这个关心不再是牧人的关心。我们知道什么叫牧人，牧人的关心羊，那正是他的生命跟羊的生命是连起来的。今天他关心的羊不是为了要人羊多了他可以卖了有钱，羊多了这是主人托给他的财富，有一天他是要交账的。今天他要把羊养肥不是为了要吃羊肉用羊毛，今天他要把羊养肥不是要把羊卖掉，肥的羊比较容易卖，今天要把羊养肥因为他爱这些羊，他关心羊群为羊付出代价，因为不但这是主托付他的也是他爱主的具体表现，这个前面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但今天我们说也确实有些人是另外的一种心态，所以今天我们说牧人不是牧场主，牧人不是畜产品的一个商人，这些跟羊都有关系，但是我们说羊已经不再是他心目中最要紧的。今天我们的主愿意我们凄凄想念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羊群，我们的主把这些羊托付给我们，真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心全心全意用在这个上面。第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6章第10到11节。以赛亚书56章第10到11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眼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是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是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对，今天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对那些不忠心的牧人可以说这个指责是够严厉的，只是我们大家总会觉得哎，我不会是这样，我不会是这样。其实有些人真就是如同在这里说的，
这些人只知做梦啊，躺卧贪睡。今天有些也是做主工作的人，但是他们所追求的那就只是什么，那就只是一些知识的，对羊群真正的牧养并不关心，关心的只是一些知识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一类，我在这里是说牧人牧人不是动物学的教授，牧人不是动物学教授。动物学教授对羊有没有兴趣？有兴趣，但他这个兴趣不是牧羊，他这个兴趣是研究。今天多少人对教会很喜欢研究，但是研究完了以后没有真正的牧羊。为什么要研究呢？这是因为他自己学识的课题，有了这么些研究以后，他就可以大学毕业做硕士做博士做教授。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也忙于自己去啊，可以说去这个念神学吧。我再说念神学并不是不好，但是如果说把羊群撇下了，根本我们说偶然一次两次一段时间还不要紧，现在可以说这个撇下了怎么样，越撇越远。我们都知道这些神学来的时候人数并不很多，他培养了以后，如果这里面最好的他就自己就留下来了，那留下来了这些人原来都是在牧养的，那怎么办？那这个就管不了了。今天我们说有些在这里念完了又到另外的地方念，今天我们说这个时间还都相当长，今天我们说这些念的时候这些内容是不是真正的为了羊群，还只是为了一个学位一个文凭一点知识。所以今天我们说像这些我们千万不要成了一个动物学的教授啊，可以说啊，羊群只是研究的课题，羊群只是研究课题啊，实验的材料。有的时候为了要证实某一种理论不是空想，然后我们说就有啊，我们看见要实习的啊，大家来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来实习来用。我记得从前啊，在历史上也有我们说叫做空想社会主义的，有人就是说有一套理论有一种想象，然后他有钱买了一大块的地，在这块地上面他要实施他的理想，就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然后他需要有一批人在这个上面生活，在这里面生活以后看看我这个理想是不是这个现实。结果当然我们说这些大多最后称为叫做乌托邦啊，那就是空想的东西。今天在教会里面把羊群当作实验品的也不是没有啊，这个道理那个道理都是在这样的做。羊群可以说真正的灵命得不到造就，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形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现象啊。我们说羊群只是研究的课题实验的材料，让他们在这里面啊有可以有一些啊，我们说这个实验的这样得到一些数据啊，一心想取得的，一心想取得的只是
个人学识成就。羊群就是要帮他达到他个人的学识成就啊，对真实的羊，没有兴趣。牧人也可能成为一个动物学教授，他对羊也不是完全无关，他对羊也有兴趣，只是这个角度不是我们的神所要的。今天羊只是他的科研研究的一个课题，实验的一种材料，他要取得的不是真正羊群能够得到什么益处。今天我们说羊群的利益受损那不要紧，要紧的是个人学识的成就。对真实的羊可以说已经没有兴趣，他喜欢的是研究中的羊，而不是真实的羊的成长。第四，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念。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在教会里面确实有故宫，我们都知道牧人不是职业性故宫。故宫就是把这个侍奉当作一种职业。今天我觉得在有些弟兄姊妹中间，把做主的工作就当作一种职业，而且觉得很正常，这本来就是一种宗教职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侍奉神不应当要有故宫的心理。一个故宫他不会真正的为羊群的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今天有些啊，一个为故宫的可以说职业性的故宫，羊群只是自己得利益的本钱。我羊群越多就可以越有本钱来得利益，自己得利益啊，是用来羊群是用来向上爬的垫脚石。实际上是在牧养自己。今天好些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过去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我们所想的那就是今天神给我什么呼召，要我在什么具体的地方。我们要出来侍奉神，我们需要有神清楚的呼召。那就好像保罗他有的那个大马色意象，然后我们要具体的工作，我们又需要有神具体的呼召。那就好像保罗的那一个马其顿意象，
今天我们的马其顿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要清楚，然后我们要忠心来做神要我所做的。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他自己在这里念了一个什么神学，在那里得了一个什么文凭，然后在教会里面就待价而沽，就希望就是啊，我能够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好一点的教会，出国更好啊。今天我们说，往往有些人也是希望海外来的弟兄姊妹，我跟他配合啊，那就等于有一点像中外合资啊。我们说每一个人有个人自己的想法，我们说存了这样的心态，你怎么可能会真正去关心羊群呢？今天所谓的你对教会的知识，你对牧养的经验，你所有能够做的，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要牧养自己而已。所以今天你觉得我在这一个教会太小了，如果有一个大的教会愿意要我，我就到大的教会去，如果这个大城市的教会要我，小一点没关系，也可以先去，就跟社会上选职业完全是一样。不再讲什么托付啊啊，神的呼召啊啊，都已经没有。那我们说，那不就是成了一个雇工吗？职业性的雇工。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提了这么四点，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反省。一方面我们自己反省，另外一方面我们对照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应当要指出来。今天我们不要去做一个牧场主，我们是牧人，我们的心不是在草场上，而是在羊群上。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寻常品的商人，把羊看作只是一种商品，我们说看它是不是值钱而已。今天我们是牧人，我们是关心羊群的成长。今天我们不是动物学的教授，羊群只是我们一个科体，只是我们在学识上的一个内容，我们对它实际的羊变了没有兴趣。我们是牧人，我们的心要在羊的上面。今天我们不是职业性的雇工，我想这些道理弟兄姊妹应该都是懂得啊，都懂。下面我们来看第五点，还是第四大点的第五点，无用的牧人有祸了。第五点我们看犹大书第十二到第十三节。犹大书第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人在你们的爱心上与你们同时的时候，正是教师，他们做牧人只是为了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云的云彩，背后苗大，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苗大，涌出自己何时的墨彩，是流浪的心。看见他们做牧人，我们不要以为在这里是说假先知，在这里是说牧人，他们做牧人，但是只做牧人，当然这些是不忠心的牧人，而这个结果也是一样，有蒙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我想我在这里我给他起一个题目，特别提醒大家，在圣经里面只有不忠心的牧人，没有不忠心的羊群。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不忠心的羊群。将来我们的主什么都要为我们侍问，因为我们是牧人。只有不忠心的牧人，没有不忠心的羊群。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个不忠心的牧人，他在这地方就不是讲那一个牧羊的时候怎么样，而是在讲到这些牧人他们喂养自己没有雨的云彩。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没有雨的云彩啊？
没有雨的云彩，那就是，其实那就是啊，似乎高言大志，其实空洞无物。令人失望。什么叫没有雨的云彩？在干旱的日子，当我们看见有云彩，大家心里面高兴，为什么？希望这个云彩来了带起来雨，但结果这个云彩来了是没有雨的，给人一场空欢喜。今天我们如果我们供应人也是一样，只是一种没有雨的云彩，那就是只是听到了好像很好听的一些道理，但听完了以后空洞无物，令人失望。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